我们分染叶子啊，这个反正叶我染了一点点这个绿，染了一遍那个反叶我染了一遍那个草绿，这个叶子上回是染的淡墨，第一层是淡墨染了两遍，第二遍呢就是这个调成那个绿色，花青和藤黄。少搁一点藤黄，这个跟自己的喜好吧，有的愿意多搁你就多搁一点，让它再偏绿一点。我愿意要这种墨绿的，就是蓝绿色，所以就多搁一点那个花青，里头呢少搁一点那个赭石或者是曙红都可以，我就搁了一点赭石，你看搁一点点，搁一点点赭石。这样的颜色呢，就是不是那么太那个蓝，也不是那么太就是沉稳一些吧，搁上以后就显得沉稳一些。完了，薄薄的啊，还得加点水，薄薄的，涂那个叶子，涂这个牡丹花的叶子，就是开始分染牡丹花的叶子。这个牡丹花呢，这个分染它的叶子吧，然后呢，再那个什么，在那个花呢，再倒染牡丹花，倒染一下，这样的就基本上就倒染白粉，牡丹花倒染白粉，完了基本上就差不多就完成了。再就是打底，打底子，就是把底，背景。后边的这个底色给它烘染一下就可以了。这种办法，这个画呢是不是纯那个不是工笔画，是墨骨画，用墨骨的办法去画。这个绢呢，在绢上画墨骨比较难，不是那么太好画。稍微搁一点啊，不用着急，一次给它整到位，整的厚厚的啊。还是一点点的分染，其实这种分染的办法就有点像那个工笔的了，让它叶子稍微蓝一些。我是蓝绿色，这是蓝绿色。这个绢呢，质量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呀，质量很有关系。这个跟那个高档的绢不是一样，这个绢呢就是不是那么太好，所以一染多了呢，它在底下就水就晕过去了。另外一个呢，它还不太愿意绢呢，不太愿意上色，哎，就是不太好染。分染的时候吧，把这个颜色还是把叶子都给它染到。就可以，你看这下面就阴过去了，并不是说你这块染重的，不是，它就阴过去了，就是这个绢的质量，不是什么质量有问题，质量不太好。照理说画这小扇子还挺好画的，小啊，你看这是小，你可以转，你看它这个绢就不像纸啊。不太爱散色，尽量的不让它出现这个水印儿、水的那个点点，给它尽量的给它分染开，就是用那个水笔啊给它拽开。啊，这都是这应该属于是第二遍了，还这样了，特别特别浅。因为他不太愿意上色嘛，所以还得染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一种办法呢，就是不是这个染完以后，还可以在那个反面按照这种办法再染一遍。就是你觉得这是个工艺品，你想自己摆上了，就是保存下来，就应该两边都着色。这样呢，显得它在特别厚重，还有那个层次感特别强。所以这个把这边画完以后，完了，按同样的颜色一层一层的
在后边反面再染一遍。这是染绢呐，要是如果染纸上的，你看就不能拖到这儿，就必须得去蘸水去。这个你看拖到这儿，它都沾不了多少颜色，就上不了多点颜色，看到没有？就不太爱上色，绢不爱上色。靠这扇子边儿，我这个边儿是蓝色的还好，靠这边儿注意点儿，你别把你那个浅色的这种边儿给直接给染上颜色了，就得注意一些。还注意这个扇子的立体感，你像这个，你就是可以，还是像染墨骨的，在买染那个墨色的时候一样，一半一半来。等它那边干了，这边再染。这个防止它两边的颜色混到一块儿去，就不好看了，显得这个画面就埋汰。这个呢，你看，这个扇子的这边的叶子和这边是边上，因为中间是鼓起来的嘛，所以你就在两边给色。完了，中间呢就是少给点颜色，就用个水笔给它拽一下就可以了。你看，水笔染一下，这就能看出来它这个立体感是鼓起来的。这中间是重的一个叶子，这是边上这个。另外，这个花的这个茎啊，这个牡丹花的这个茎，我用的是赭石，加了一点儿那个花青，花的这个茎，就这个茎。完了，这是呢，草绿加了一点赭石，这个嫩茎，这个嫩茎，这一层一层的染吧，一定的还得等它那个。下面那一层就是上染这一层干了以后再染下一层，这样式的呢就染出来的就好，要不然要你又不等它干，它容易把那个原来的那个颜色给混。这个绢呢不太好画，我这个是没勾线，在画的时候应该勾线，在绢上画墨骨画是比较难的。得勾上线以后吧，就能画的那个这个更清晰一些。要没勾线呢，就是它这个边缘呢不容易画清晰了。你看这个笔下笔的时候，你就得给它按照这个边缘认认真真的、仔仔细细的给它按照边缘给它画下来，要不然它边缘不整齐呀、啊。你看，这是。上里头一搁了就坏事儿，这底下就阴下去了，这个绢。阴底下去了。它是墨骨的画法呢，它就是有这个肌理，能看出来这个肌理也行，但是吧，就不太好看。不是我要的那种效果。其实这个，哎，也是也，这个绢，这个扇子也挺贵，但是，哎呀，反正是。
是第一次买它的东西，没买好。第一回买它的。也不知道是什么样，所以说，染料也很有关系，就是这个画这个工笔画的染料啊，很有关系的。这是眉沟线这个边缘，必须得给它画齐了。边缘画好看，看这个地方少一点，再加一点，把那个叶子，这半叶子是底下的，对吧？上面那边叶子突出出来，这个水绢这个玩意儿就是水大了，你看我这个水大了，一点它就印到底下去。阴到下边去了，完就是一个点子。看这地方，赶紧就得整，不整它就阴到下边去了，透了。这下边那个画稿上啊，就应该去得有很多的这种透过去的这个染料啊，染色呀。透过去，这还得染几遍，这个得染，还得染两遍吧，还不清晰呢。还有一个呢，你还得看着，因为这个染的时候跳着染的，所以还怕有的怕漏下了，你就很认真的一个一个的都得看好，别漏下落下了。就差这个了，那也就差不多有点干了，你就把这个给染上，因为这个刚才湿的两边透过去了，就不好看了。这片叶子是一面儿，好嘞，完了干了，再画一遍，我这个准备再画两遍。